今天我们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，刚才我们读了圣经，读了几处经文，我们还是继续讲，山上的样式。今天我们讲的是经文派。刚才我们读圣经，今天，我们讲这个经纶派，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，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，教会是经纶派。我们过去给大家讲过。神呢从创立世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在基督里预定了我们，在时间当中，在万事之前，在过去的永远的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在时间当中，又把我们找来，舍命成义，在将来永恒的，叫我们与他的儿子一同得荣耀。这是神从永远到永远的旨意。这是教会，教会什么呢？教会是主的身体。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呢，是基督的心腹，教会是神的殿，这个会幕就是神的殿，会幕它预表了主耶稣道成肉身，会幕是神支搭帐篷在人间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有恩典有真理。约翰福音第一章这句话，这就是，实际上这就是会幕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有恩典有真理。因为圣经把我们，圣经把身体来比作帐篷，主道成肉身，住到我们中间，这就是神之大帐篷在人间。旧约的会幕呢，就是神之大帐篷在人间。这会幕呢，就是神的殿，就是上帝的殿。那么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和基督是一体的，所以圣经上预表基督的，他同时他预表教会。我们前面讲的，我们前面讲过，教会是神，神从永远到永远的旨意。神做两件事情，一是创造了万有，一个是救赎罪人。这救赎呢，那就是要建立他的身体，神拯救罪人，被拯救的罪人，这就是被拯救的罪人，都是在基督耶稣里被拯救的，这就是主的身体。这些人都是主的身体换来的，宝血买来的。以弗所书第四章，那就是神所赐的各种恩赐。主耶稣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了仇敌，将各样恩赐赏给人。他所赐的恩赐呢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
有先知，有传福音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各因其职，建立主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为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圣灵不再把小孩子中了人的规矩和欺瞒的法术，唯有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元首基督，等等等等。就是说，神的旨意是要建造他的教会。今天我们讲金灯台，金灯台在启示录上很明确的讲啊，在启示录上，我们看到那里有七个金灯台。这个七个金灯台呢，就是七个教会，教会是金灯台。启示录那里讲到教会是金灯台，说基督呢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往来行走，这七个教会呢，是讲的当时的亚细亚的当时存在的七个教会。按定义，这个七是个完全数。七个教会啊，它代表着古今中外所有的教会。主耶稣在历史历代的每一个教会当中往来行走，他说我知道你的行踪。那一个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，因为他七个金星，七个星那就是每一个教会神所使用的使者，神所使用的人，神所使用的人是在主的右手当中，在主手里，说明这些人也是把自己交到主手里的人，也是把自己奉献到主手里的人。在主的手中，也代表着被主使用，那右手呢，也代表着稳妥。耶稣说：“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们万有都的，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。”从我父手中夺去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他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永生，他们永不会灭亡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。这是主耶稣的宣告。主耶稣说：“我的羊啊，我父把羊来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父的手中夺去，谁也不能把我的羊，主的羊是在天父的手中，在那个比万有都大的天父的手中。这样的万物当中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去。耶稣说：“我的羊啊，主的羊什么特点？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认得主的声音，他也跟着我。”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我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。双重保险，在天父的手中，在主耶稣的手中，谁也不能夺去。
神的右手呢代表着稳妥。在教会当中，真正属于主的主说神问，真正的神的仆人，神说神问的人，他们都是把自己奉献到主手里的人，把自己交托在主手里的人啊，奉献到主手里，把自己奉献给主了啊，交托到主手里的人就是把自己都交托给神了，生死活佛的一生啊，把自己交托主手里的人，奉献和交托是两回事。在主的右手当中，那么在主的右手当中呢啊，神的使者还代表着被主使用，还代表着稳妥，在主的手中谁都不能夺取，安全。在主的右手当中，在主的手中，还代表着啊，扶持。一唱诗说，多少次跌倒是你伸手把我搀扶，代表着帮助，代表着扶持，代表着供应啊，代表着引领啊，代表着引领，有什么代表着能力，代表着能力，不是自有能力，而是主有能力，在主的手中啊，主加给你了，有数代表能力。这个圣言这个左右啊，它都有属灵的含义，这个右有属灵的含义，右代表着尊贵，代表着高举啊，高举非同宗非同系啊，乃是百户亚华。在主的右手，在主的右手当中代表着主看为啊，被神被主看为宝贵啊，被神说被主说高举右手吧啊，右代表着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，一粒麦子不落到地里死了，他仍有生命。那若是死了呢，他又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这条道路是死而复活的道路，主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适当生命。为我失当自己生命的啊，恨我自己生命的啊，恨我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两种人呀，一种是爱惜生命，一种恨我生命的。我想一个人呀，越爱神越恨我自己，越爱神越爱听神的话，也愿遵行神的话语，感觉老是自己怎么老是这样的恨我自己。因为越是恨我自己的人，他是越甘愿被十字架跟随主，愿意对付自己。两种人呀，一种是爱惜生命，爱惜生命的还被十字架吗？他讨厌十字架，你讲十字架他很烦，你讲设计很不高兴。因为爱主的人，一讲十字架他就很接受。因为他爱主他恨我自己，因为自己和神不一个脾气啊，你听神的话，你替他肉体就不能顺服圣灵，圣灵和情欲啊，圣灵情欲和圣灵长得彼此相敌，所以他恨我自己，恨我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
下面说，罗永林跟随我，罗永林跟随我就当副使吧。我在哪里，副使我跟要在哪里。下面说罗永林副使我，我复辟尊重，不得了，那个比我有更大的天赋，用了个尊重这个词。你千万别拿着服侍神，你服侍主不是你愿服侍不愿服侍，你一定要战胜恐惧。你服侍君王能随便吗？如果你拿着神道神，你服侍神一定要战胜恐惧，千万不要掺杂别的东西。你服侍君王，你服侍君王敢随便吗？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服侍神，今天一个蒙恩的罪人服侍神，不是你想服侍不想服侍，是神用你不用你。你想服侍你配不配？神使用你不使用你？你说我要服侍，我要是服侍神，到底神用你不用你？这是个问题啊！你服侍神，你千万不要带这个骄傲的心，带这个肉体的血气，好像那个世界上那种观念。今天一个服侍神的人，我们看到是把自己交到主手里，把一切的主权交到主手里。保罗他自称为耶稣基督奴隶。奴隶是什么呢？没有人强迫他做奴隶，他又敢于主舍命流血大爱，他甘愿把自己交到主手里，把自己看成耶稣基督奴隶。奴隶是把一切的主权都交到主手里的。奴隶有三个特点，第一个没有自由自主权。第二没有产权，第三没有报酬权，因为他本身是买来的，他本身都不属于自己，过来的人他属于自己，买了来的人不属于自己，啊，听出区别了吗？过来的人属于自己，他要服侍有服侍，要动有动，买来的人不属于自己。这个过来的人有报酬权。有产权，他有自主权，要服侍有服侍，不要服侍有不服侍，他有自主权，他有产权，你不用我，我自己家里还有一套，我不服侍主，我回去抓其他的，我有我的一套，也有报酬权，做工的打工也是应当的，啊，这，但是奴隶没有。主人给他报酬是给他，但是他没有所要报酬的，他里头没有这，他不认为自己有这种权利，买来的。他又敢于自己本来死在罪中，神的儿子用这样的代价，神牺牲的独生儿子把我换来，我换了人一个罪魁，神牺牲的独生儿子比我有更大的心眼子，换了这么人来。你说我无以报答怎么样？我只有把自己这一点点献到主手里，把自己看作耶稣基督奴仆。保罗说：“耶稣基督奴仆奉召为使徒，不是他做使徒，不是自己选择的，神让他做什么做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所以他从来没服侍主，他从来没想。”我要做什么样的人，我要做什么，而是主，他是想的主让他做个怎样的人，主让他做什么怎样做，听出区别来了吧？一个是主权在神，所以启示录那里啊，
那七行是七个教会圣章在主的有数当中。那主耶稣你在七个节金灯台中间往来行走，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。那一个有数拿着七行，身上神威都在主的右手当中，在主的手中，你有别的人家批评论断替他操心了。哎呀，这个传道人怎么啊？真正我说的真正神的仆人，你今天那个保那个，你知道那个米甸啊和亚伦啊，他我们没听出是诽谤来，但是神听出你们诽谤我的仆人，为什么不知道去他呢？因为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是神所看为宝贵的，神特别分别出来的，和世界不一样，这是分别为圣的，是我的，你不要把它当俗的，是分别为圣的，神的圣洁仆人吧。说你们分我的仆人为何不知惧怕？你要知道，一个真正属主的，你要看他是在主的手中。你怎么看？但是神，主说，若人服侍我，天父尊重他。你说我不尊重他，你不尊重没关系，天父尊重。他有什么好尊重？因为他是把一切主权交到主手的人。他说话做事，他不得干随便。那么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，往来行走，往来行走，他说。对历史的每一个基督徒，他都说我知道你的行为。可能你看，以弗所教会主说我知道你行，以弗所教会很不错，谁都看不出来堕落来了。但是主说你堕落了，你要悔改。老路人呢，不容人恶人，哪一方面也有真理要真，还你很多你个拉当行多好的教会，主说你堕落了，因为他是在七个金字塔这儿行动。主说什么呢？就说，因为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别人为什么看不出来？别人看外表，主怎么看出来的？主看的不是外表，就说你起初的爱心，你现在的心啊，你现在的心和起初的心不一个心了。起初好像一个证件，同于嫌疑嫉妒，除了主谁都不爱。现在你还忙忙活活的，心早就爱上别的了。主说你堕落，你今天为主还在忙活，但是心早就变了。忙活一点没看出啥来，劳碌人呢不容人恶人。你也能劳苦为主，你劳苦比我发现。就说你心早就，你个心和一开始不一样。你嫉妒的心腹好像一个针眼捅进心里嫉妒。现在呢，你起初的爱心，起初的爱好像新郎新妇那种爱，现在还爱呢？你这爱是用干活来爱了，那个时候是把自己奉献上来爱，把自己属于主爱，现在是用干活来爱。过去是把身体献上来爱主，现在是用干活来爱主，完全不一个性质。现在不是不爱主，老路人呢都是爱，但是起初的爱。是，好像整件同你献给基督，是把自己献上。现在呢，是把时间来献上，把工作来献上，不是把这个人来献上。主权在我手里，我愿意干的时候我就干，我不愿意干的时候就走。我时间属于主，我工作属于主，但是我人不属于主。主权你在手里，今天主把你买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的七个金灯这个行动，好了，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别介绍太长了。那么这里明确启示录很明确的说，教会是金灯台。这七个金灯台就是神的教会，每个金灯台都有神上使用的使者，神上使用的使者是怎样的？这里都讲的在主的右手当中，主耶稣呢也在七个金门这个行走。那第一章也讲到，不光是主耶稣在七个金门这个行走，那里说你所看到的他右手当中的
七星和七个灯台。那你说到这个灯台呢，主耶稣不但在灯台中央行走，而且灯台本身也在主的右手当中。灯台和使者都在主的右手当中。好，那么启示录呢，并没有详细的讲这个灯台的什么样子，只说到教会是七个金灯台，是神的教，七个教会。那么这个律法呢，是讲了美事的影子。那么新约，他讲的就是灯台，他没有详细的灯台的样子。那么从律法当中，从出埃及记那里特别讲了这个灯台的具体形状、具体样子。那么讲到灯台呢，那么神还最后还是再一次警戒摩西，说你啊要谨慎，做这一切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样式。40节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样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物件，你见到会幕，你做这些物件都要照山上的样式，因为这些样式是天上真长木的影子，是将来美事的影子。天上的真长木，你也没到过天上去，你也没见过。将来的美事，将来还没来到，摩西你也没见过。现在呢，你要把天上的样式和将来的美事，现在通过这种方法，对这个时代的神的选民启示出来。这样呢，你见到会幕呢，你又没见过，你只能神怎么说你又怎么做，不能走样，你不能自以为聪明。神怎么说，你见到这些物件，这就说你一定要谨慎。为什么谨慎？人经常的不谨慎。在说神的话，办神的事，你一定要做属天的事，圣洁的事，你要谨慎，因为你要知道你是个肉体，肉体里有肉体东西，你一定要谨慎，你千万不要掺和肉体东西，掺和人的东西，掺和自己的想法，你要谨慎，你要谨慎，做这一切的物件都要在山上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样式。这样的很严肃。所以这个金灯台是个什么样子？今天你要谨慎，给你讲的这些形状的样子，你一定要谨慎。做这些物件的时候，不能走样，照着山上指示样式。为什么？每一个形状，每一个样式，它都是有预表的。都是有很严肃的真理的，都是有很清楚的指向的。神告诉你都是有用意的，为什么这个造法，这个形状为什么这个形状？好，我们现在知道了。神说要用荆棘做一个灯台，这个灯台是荆棘的，这里没说多加木。木是人性，金是神性。金灯台，你说金灯台它是教会又不是神，怎么用金金神性啊？有神的性情有份儿。我们记得通。那么金金它不代表，它不光是神性，它代表神的话语。诗篇19篇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被能苏醒人心，那个当代本
说能苏醒人心啊，那个当代文叫什么呢？能更新生命。亚华的律法完美，能更新人的生命，啊，能使人的灵魂苏醒。亚华的法度权柄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亚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啊，或者说能充满人，能使人的心充满喜乐。亚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睛，眼目。亚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亚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。亚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信，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。且比极多的精进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芬芳下地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住这些，便无大伤。谁能知道贼的错是你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。求你拦住仆人，不犯那些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些罪。下周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还能悦纳。这里明确的讲的，神的话语比金金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极多啊，且比芬芳下地蜜甘甜。那么，金灯台代表神的教会，你要用金金做一个金灯台。金灯台是什么造成的？是圣水圣言所造成，圣水圣言所造成。给大家，什么是真教会？真正有真教会，有假教会。真教会的特点，第一个特点。就是有纯正的上帝的话语，这个教会有没有神纯正？我不是说这个是这个教会有没有说神的话的？那魔鬼还说神的话的？魔鬼还说神明的话的？那异端不说神的话？世俗的教会不说神的话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要说这个教会有没有神的话。我们今天是强调这个教会有没有纯正的说纯正的神的话，但神的话严肃不严肃？今天这个灯台是精进的，不是说镀金的，啊，也不是说啊很有杂质的，一普通的金子，这是精进。那么这个教会，首先是以纯正的话语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这个教会什么的信仰，它就决定着什么，信徒什么的信仰，决定什么的教会。那么信仰从哪里？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他听什么的道？他听的什么的道，他就信的什么样的，他就决定了他的信仰。那么你听的是纯正的神的话语，这个教会的纯正的神的话语。那有些他都说神的话，那么今天神的话语它不是道的知识，耶稣基督是神的道，耶稣基督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它不仅是金银的神话是道理，而是它是道路，它是真理。他是神明，他是生活。啊，今天不是头脑的知识，而是生命的一种。啊，那个道要成为一个生命。你这个人呀，你的心思、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要和神的话，要和基督融合为一。好了，那么
耶稣基督神的话，那么这个金灯它是金银做成的，可以说神的话做成的，或者神的道做成的，或者是耶稣基督做成的。这个教会是这个道路真理生命做成的，是基督做成的，基督的生命做成，基督复活的生命做成的，道成肉身的基督用他的自己做原料做成的。教会是什么做成的？教会原料是基督，教所这一个新造人，他的原料就是基督，就是啊，就是基督做成。亚当、夏娃是用什么做成的？亚当是用什么原料做成的？是用尘土做成的。夏娃是用什么做成的？夏娃不是用尘土做成的，夏娃是用亚当做原料。亚当沉睡了，从他肋骨出来肋骨来造成一个女人，那是夏娃。夏娃和亚当的关系一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。那么这样，教会也是用亚叫基督做原料做成的。那么夏娃是用基督亚当的肋旁的肋骨造成的，教会是以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用基督的宝血买来的，用基督的血，用神的道，用基督的身体所造成的。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好了，这是精进，要用精进做一个等态。注意，不是两个等态。无论多少教会，真正的教会是一个的。用神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，真正的基督教会只有一个，真教会只有一个。听的都是神纯正的话语，纯正的话语原则上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。为保守这个教会的纯洁，前面一个不知道别的，不知道别的就不能让别的教训掺和进来。第一是纯真正的讲耶稣，不能掺别的东西。那么今天呢，你要想合一，就是讲十字架，讲耶稣就是耶稣为你死了，讲十字架你要与主同死，合一。这叫什么呢？讲耶稣经历的历史，耶稣基督是个人。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大道理，我们是讲的一个人，讲的一个人的见证，讲一个人他对你的爱，他为你做的事儿，讲的你和他的关系，讲的你怎么要听他的话，遵循他的旨意。再就是讲他的道路，讲十字架，讲何主何以，讲你要为主设计啊，这又要精进做一个等待。精进就是讲纯正神的道，神道不是大道理。耶稣教你也对十字架，一个金灯台，没有两个。那么你今天合主合一，任何一个肢体合主合一，你不能离开去真教会单独的合主合一，没那回事。耶稣说他是葡萄树，葡萄树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树上的身子，每一个枝子都是个每一个枝子，这个葡萄树每一个枝子都是连到别的枝子上，它不可能新枝子老枝子拖着新枝子，粗枝子拖着细枝子，我们看到大枝子带着小枝子。并没有一个葡萄树上的新枝子、老枝子直接长到根上，不用这个树身子托着它。这根是基督，这个树身子是教会。你说我不要真教会，我今天直接长到根上，没那回事。那么你是肢体，教会是身体，基督是头，你不能说我离开真教会，我直接的长了头上。你又不是耶稣，你又不是基督，我直接长头上，不，
你今天你一定要谨慎，你今天建立神的教会，一定要照着圣上的样式。一个灯台，灯台有座，有格，有杯，有球有花，都要接连一块儿吹出来。吹代表十字架的对付和造就。神造就你有一个目的，就让你合为一，合谁合为？你里头有老窝不死，你合住合不起来。你有自己的想法，有自己的看法，有自己的什么？一个金井锤，一块金井锤出来的。这个锤是十字架的，而且这个锤，这个金井来造这个金灯台的时候，锤也不是干的，就这么随便锤，都得经过熬炼。你要大铁都得趁热打铁嘛，那个打铁的时候都得烧红了才能打铁了，你不能那么凉的就能打铁。金也是经过熬炼，是一颗金金锤出来的。神对他教会的对付熬炼，都是为着除掉杂质，一个是与神合一，一个是彼此合一。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，一块金金出是指本来是出于其一，要归于一。它本来是一块金金，再把它呢连到一起，是用一块金金锤出来的。它出于一，归于一。那么这个灯台的座也好，杆也好，杯也好，球也好，花也好，这说明这一个灯台啊，有就好像一个身体好多肢体啊，有不同的部分，有座，有杆。上面还有杯，上面还有球，上面还有花，都要接连到一块吹出来。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基督他有啊，我们看到七个教会嘛，它中间一个枝子，两边各有三个，这是七个。七代表往下说。所有的教会都是属于基督，那么每一个教会都有好多的，就是说，就像葡萄树一样，每个葡萄每一个枝粗枝的，它都像细枝，它都连到这个枝子，它都是这样，它不会穿了。这个枝子拖着像其他的枝子，就这样。我们弟兄姊妹，这所有真教会都是属于一，那你他同都是有上海有上海的教会，济南有济南的教会，北京有北京的教会，美国有美国的教会，你不能，他都是就和一个水有好多枝子一样，你说都之间的都不分，他不可能啊。是，一夫说有夫，一夫说的金灯台，十美拿有十美拿的金灯台。他每个地方，每个金灯台，他在每个地方，他都有他的使命。这旁三个，那旁三个，都是围绕基督的。所有的教会都是围绕基督的。教会都是在神面前，都是肢体，谁也没有高过谁，都是平等的。啊，我们看到没，七个教会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，教会都是平等的，基督是头，都是平等的，谁也不高过谁。那七个枝子都是平等的，而且每个枝子上有三个杯，三是为什么不四个杯呢？为什么三个杯啊？三在圣经上也有属灵的含义，三是复活的数目，三是复活嘛。三是个复活的数目，形状像杏花，杏花是春天开的最早的花，代表着复活。还有亚伦的杖，发芽开了花，还长了树性。它既然是长了树性，那么它开的花是什么花呢？肯定是杏花。那么那一个亚伦的杖，那一个杖肯定是杏木的。那么这个杏花呢，代表着
腐坏的荣耀。这叫什么呢？我们熟悉规律的词，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这叫像新花，形状像新花。你的举动心智要像一个新人，说话不能像过去那说话方式，做事不能像过去的。你悔改了，要一举一动要像要有新生的样式，因为你以前那个人死了。过去没信耶稣，是个罪人，是个世人，是个在亚当人。今天信了耶稣了，有新生命了，要听了神的道了，要有新的生活，就像耶稣借着父的荣耀，要一举动新生样式。说你那个说话怎么还和那不信主上说话这样？你怎么这样做事呢？说你今天。要像新花，要有三个杯，三十一个复活的数目。杯是启明，启明就是前面说的主的使者。七个金字台，就像主人有手当中的七星，我们前面已经讲了，在主的手中，杯主要使用，主说供应，主说扶持。有时候还代表高举，高举非同东，非同西。我告诉你，谁使用谁，他就高举谁。他高举的目的不是让他骄傲，高举的目的是让弟兄姊妹，谁用他，谁肯定要高举他。高举他，那好让弟兄姊妹都听他。为什么都听他？因为他说的是神的话。神接他，他能带领你，不听他，他怎么带领呢？啊！但是，神的是为什么神的舌在有数当中，有数代表高举，谁高举谁高举？你说我他什么叫？主说软人服侍我，父必尊重他。为什么高举？是为了教会的益处。那么在旷野，神是不是高举摩西？那肯定高举摩西。我们教会也是这样。你每个人施工组，每个施工组，我们教会你使用谁，他就要维护谁，就要高举谁。他不是高举他的肉体，是高举他的使命啊，高举他的职分呀。好让大家都服从你在哪个施工组，你要服这个组的权利啊。你不能说，你专门去，我们是。你都服他权柄，他才把工来做好啊。他说没人听，他说上东，你说上西，这个工作他怎么做？这我们讲神族权柄都是这样，都是这个意思。你今天，那么今天神要高举，那魔鬼他就是让你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听他那一套。一直我那个脾气，今天你来到教会是属天的权利，属灵的权利，是领人走天路，是天国的权利。所以神说你们在地上亏吗？在天上亏吗？这就是神肯定他教会的属灵权利。圣经没说在天上亏吗？在地上要亏吗？而说你们在地上亏吗？在天上要亏吗？你注意耶稣说的话，你们在地上亏吗？在天上亏吗？这是他说的，他强调是教会的权利。那么这个杯什么呢？这个杯就是神所用的器皿，就是前面讲到了教会的使者。这个杯子呢，要注意，你得像个神的仆人，一举动心这样式。你是让弟兄姊妹都尊重你，都听你的，你说话三尺两里的，一会儿说的，一会儿说那不说神的话，怎么尊重你？怎么跟着你走啊？要说人神的话，要说人的话，你要形状像心话，你要一举动有心这样式。你今天做不出榜样来，人佩服你吗？
你今天有了证明单子要给自己输呀，你要这个全副军装，首先要拿单子来输呀，要不然你怎么打胜仗？上战场的是不是都得把腰带扎得紧紧的？你看，你看干活都得把腰带扎紧，这军人他都得竖起腰来。你吃饭你那不能把腰带扎得很紧，那吃不下去，要不然他用不上劲儿，怎么打胜仗？圣经上说要真理做带子束腰，衣服代表行为，带子代表真理。有了神的话，首先有了神的话，先要求自己。你说讲的道，你帮助弟兄姊妹的话，自己不准备这样做，你有没有资格教导别人？你说出话来没有权利。我不是说你做到了，只说你今天劝勉别人的时候，同时也劝勉自己。劝勉自己，你要求别人的时候，首先要求自己。你只说和弟兄姊妹一块儿来遵行神的话语。说你这样讲到你讲的才有底气。你今天说的话，你最不爱准让别人爱准，你说话有底气吗？你有权柄吗？要用真理做带子束腰。这样呢，你的形状要像杏花，像杏花是有花，还有球，这个球不是有花得结出果子来。你要结出果子来，结出杏来，球还代表着完全。啊，你要有行为，你要有结出果子来，有球有花。哪怕每枝上也有三个枚，形状像西瓜都一样。每个枝子上都要有神所使用的仆人，而且数量是代表复活，形状代表复活，果子代表复活，都是强调的新生命、新生的样式。说话形式不能带着旧人的那种话，那种骄傲。那种不服，那种自己当家，那种悖逆，那上帝的权利啊，要服从神的权利。灯台上有四个杯啊，这不是指的哈，这灯台上有四个杯，那不是查出来的指的是三个杯。这个灯台上有四个杯，这个四是什么数目呢？四是世界的数目，是一个地的四极吧。你这个神的启民要传分给万民听，要对世界做见证。你传福音知道地极吗？要有四个杯啊。灯台上，啊，要有四个杯，照样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。但指的还是在教会里面，灯台那四个那是对世界，一个是对外，一个是对内。对外有四个杯，对内有三个杯。四个杯就是称对地的四极嘛，啊，灯台每个指的一下。有求与枝子结在一块儿，灯台六个枝都是如此，都要结在一块儿，求和枝子都要结在一块儿。都是一块静静吹出来，都是合一的。神说使用的器皿是合一的，器皿和教会是合一的。教会和器皿也是合一的，教会和教会也是合一的，都是一块晶晶吹出来，吹着十字架的造就，都是因着十字架的，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没了杂质，没有老我的成分了，是合一的，是一块晶晶吹出来的。要做灯台的四个灯盏啊，七个灯盏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，这个灯台有座，
这个说就是教会的解释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教会的解释。神的灵就是这个教会的解释，等着，等他有做，教会要建立在这一个死而复活的磐石上。别管人耶稣是基督。耶稣说：“你是有福的，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地狱的门不能胜过他。”等他的说，这是教会的解释也是经济，就是建立到神的话上。教会要建立到神的话语上。建立到主耶稣基督身上，还有祭司啊，祭司要点着灯，使灯光对照，这个灯它得要发光，发光要点，谁来点呢？谁管理啊？祭司。祭司预表基督，教会啊是在基督的管理之下，管理这个灯，他点这灯用什么来点呢？用火来点，这个火哪来的？必须祭坛上的火，祭坛上的火代表十字架的爱火。我们看到第一次献祭，那个火从哪来的？火是从氧化那里降下来，降到祭坛上，要用那个火来烧香，要用那个火来点灯。结果亚伦的两个儿子呢，他不用那个祭坛的火，他用普通的火来点，马上就死在神面前。你祭司也不行，你要知道多缺神职人员，一生60多万人。南京的这个纳兵器南京的数目，应该是总人数200多万人，人人都犯罪啊，都需要祭司来给他赎罪。祭司亚伦是大祭司，四个儿子是普通祭司，一共5个祭司，圣人不够少的吗？不够忙的吗？咱糊弄着用不行吧？他有点毛病，咱不能咱教会太缺人了。结果你不按圣火来点灯，马上死在神的面前。谁才不冲人说的？你现在谁都不行，是亚伦的后代不行，是亚伦的亲儿子，亲儿子也不行，亚伦神的仆人谁也不行。今天神的标准不能变，你一定要用祭坛的火来点香。你今天你服侍主，一定要纯纯正正的，用祭坛的火点燃，十字架的爱火。你今天爱主，今天所做的都是被主的爱激励的结果。我想主的爱激励我们想一人提重一次，重一都死了，他提重一次是叫活着人再也不一次这样活。这是个纯纯正正的教会，用神的话造成的，不能糊弄。一定要家庭有个是要爱主，要真诚做什么糊弄。宁受真理跳火坑，不信情面受尊崇，能不得罪人吗？开罪学其辈，成就圣灵功。太难话这得罪人叫开罪呀，开罪学其辈，成就圣灵功。说什么铁面无私，说什么拉手上情，协同与灵通各地学，去实行，不如此真而不产生，产生必须靠着真理受苦的，必须靠着真理受苦的。是个这先密后行，回头来敬拜你尊重，受个这先密后行，是个这世俗种种，有哪个严父慈母老来不受用？主家之主是神国之良栋。栋梁，无一不由真造成，
真诚真诚，凡夫精灵愿住在熊子刻骨中，一定要记在心中。做神的事不能糊糊弄弄，要真诚，要经得起宝座台前那个基督台前的能够那一个检验。你要经得起那一天基督灭亡的照射，基督台前的检验，要真诚啊。所以说祭祀要关着这个灯，要点灯。大家说这个灯的作用就是发光，不发光这个灯台还有用吗？一点用没有。你说个灯台有其他用处吗？你贴个灯台想想，它有没有除了发光有没有其他用处？它没有其他用处，那一定要发光，不发光也没用。但是发光你要知道，发光就得燃烧，燃烧就得信号。你说俺不愿意燃烧，不愿燃烧你就没有。因为基督徒他的特质就是设计，就是都是的玩玩的，玩玩的你就不像基督徒了，玩玩的你就不能为主发光了。还有发光的需要油啊，橄榄油诺亚造方舟的时候，那橄榄不是代表着新复活吗？代表新生命吧。鸽子衔着橄榄枝回来，代表生灵啊。所以橄榄代表新生命，橄榄树代表复活，代表生命，代表丰盛的生命。代表圣灵，橄榄油。你今天你个灯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，教会谁？教会人呀。传道人要圣灵充满，主持的要圣灵充满，唱诗班每一个人要圣灵充满，传达的弟兄姊妹也要圣灵充满。值班的我怎么要圣灵充满？卫生所每一个人要圣灵充满，会计出纳要圣灵充满，要不断的圣灵更新，不断的一个新教会，不断的一个新人，不断的一个新创始人，还是个创始人，他是不断的变成个新的。你唱的歌要每天都是新的，不是换着歌。还是那个歌，每一次唱都是新的，他整个的生命在更新，人还是那个人，但是他不断的，这个教堂要不断成为新教堂，不断的成为新教会，还是那个教会，但是他被生命更新。你发光要需要油啊，你不要像个愚拙的童女说，我灯快灭了。灭了怎么预备迎接主啊？你灭了怎么只要预备好了，怎么叫穿洁白光明的洗马衣啊？主来得的近了，你看疫情还没出去了，疫情不影响圣经吗？今天疫情摆了你面前，你还不知道主来得的近了？我们现在还得在家里聚会了，还得进不了教堂了，为什么？这个你还不知道耶稣快来吗？这个祭司要关这个灯，要点这个灯，是灯光对照，灯光对照，就是不同的灯盏，它的光要你照我，我照你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要互相欣赏，不是互相挑毛病。我们看到一个良善的人，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智慧：如果你看着这个不好，哪个不好，
我告诉你，那是你自己不好。一个自己里头好的人呀，看着谁也好；自己里头不好的人呀，看着谁也不好。自己里头有毛病啊，他看着别人有毛病；自己不干净，人家看着谁，他也看着不干净。你自己里头高兴啊，你看什么都高兴；你自己心里难过，你看到什么都难过。别人本来，别人本来想办法让你高兴，但是呢，一样盆顶子。本来人家看着你难过了，想着你高兴高兴，结果呢，你不但不高兴，人家本来是爱心。一个有爱心的人，他一个里头良善的人，他总是有良善的眼光看人。你说他有毛病，谁都有毛病。谁有缺点？你父母没缺点吗？你父母有缺点，你看他缺点吗？你还是父母，你不能为这些缺点你影响你的关系。你哪里找个完美的父母，你才孝敬他？那十全十美的父母，你才能拿他当父母？跟你和毛病没关系。你孩子都没毛病吗？你没毛病，影响你爱他了吧？如果你和弟兄姊妹挑毛病，影响了彼此相爱，这完全不是。这完全是，你今天是不是有没有圣灵在你里头？要一个灯光对照。那么今天你东方教会，我们出去东方教会的话，完的是，那教会当然他那毛病缺点，我们大上一看都看出来了。但是你到那些学毛病的吧，到那都是看人的交流，人家做到见证，哎呦。回来，人家教会，你看那玩意儿做的好。小文，你说人家教会真好啊，那怎么样？回来总结经验，人家站起来说，他那个教会看着也有毛病。你出去学习看人毛病，哦，就你看出来了，我早看出来了，到那以前什么毛病还看不出来？你去了不是看毛病，你去了不就是，你看毛病，你回来，啊，你回来说。你回来说他看听不见，他改不了。你回来说你学呢，让弟兄姊妹学习的家里你说些毛病，你看人毛病有什么用处？是灯光对照。你光照我光的，还有了这个灯光轨照，它没有黑影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一个灯啊，没有别的光照，它灯下黑，这叫什么呢？这有焦黑和焦黑的肢体和肢腰这中间，你掉了我试着我掉，你这样这个焦黑就没有黑影了，就完美了。还有灯台的拉肩和拉环盘也是要精进的。拉肩是什么？拉肩是修理这个灯芯的。拉环盘是什么呢？修理灯芯就放那个拉环盘的。也是要精进，精进是宝贵的，代表着宝贵。即使要修理这个灯，即使管理灯是灯光对照。修这个灯，这个灯它总是发光了，发光它得燃烧。实际上说你是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盐得融化，光得燃烧，盐不融化，不起盐的作用。灯不燃烧，它也不发光。盐有一点不融化，这一点就不起作用，起反作用，不起好作用。那么燃烧它都要熏好，熏好它是人呀，熏好器它总是有老化。这个灯一开始很亮，亮来了燃烧来燃烧器燃烧着，最后燃烧的成流渣了，成了灯灰了。灯花它成了，灯花就得修剪把它剪下来，
不然的话，这个灯它就不亮了。那我们现在都点灯，过去点蜡烛也好，点油灯也好，它都是点来点去的，灯芯会成结一个瘤状，结成一个灯花。灯花你就得用剪子剪下来。你说那个蜡烛那个灯花剪下来什么呢？剪下就扔了，扔个垃圾去了。灯芯结了瘤状也是扔个垃圾去了。有没有结了灯花把那个灯花来剪下来，好好的留着，留着还有用吗？它成了灰了。但是在神的会幕当中，神说你管理这个金灯台的时候，这个灯花只要接的这个灯花，这个蜡烛发光来发光去，最后一本来停了，发来发去它就不亮了，最后它就老化了。接了灯花了，这个灯花怎么处理？你要用金剪子剪下来，放到金盘子里，在神的会幕当中作为永远的纪念。弟兄姐妹，灯台是教会，我们都是这个灯台上的灯芯，谁来发光？你来发光，我来发光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主发光。你讲的是发光，你扫的是发光，你在传达上来接待也是发光，你会计也是发光，你尝试吧，每一次尝试都是在发光。你黑夜睡不着觉，哎呀，来思想神的事儿。来思想主的工作，来怎么来开展？来你今天来灵修，来学习神的话，你都是在发光，都在去，都是要使这个灯，整个的这个灯台越来越亮，这个教会越来越起作用，越办越好。你所做的，你所做的，你睡不着觉，你想你奔跑也好，到处看望弟兄姊妹，你看望弟兄姊妹也是发光，你这所有的作用都是使这个教会。整体的教会越来越起作用，在这个教，你看我也好，你传达接待也好，你尝试也好，所做的一切工作，大一切的付出，都是要整体的教会越办越来越好，越来越为主发光，整体的能够起作用，这个时代为主做见证。今天每一个肢体都要有不同的恩赐服侍。那么你可能年轻也有劲儿，也什么也，你还能比较亮。有一天你就没有劲儿用劲了。我现在我这常识，我从来就没有这个过去会唱的歌就忘了，不知道怎么唱不下来，没这今年就不行了。今年的老歌唱的时候不会唱了，现在过去很熟的经文，你看这经文我得看着，你看十九篇这都是很熟的，得看着，要不然就忘了。那有一天他会老啊，他有一天会老化。俺这红星进来了。那你上李万庄那时候在生产队，你干活白天干一天活，晚上跑着上李万庄，李万庄三四十路，晚上去聚一聚会，还得回来早晨得干活，还是刚下了雨，那个长球那个丢脸，扛着自行车，推着一会儿就走不动了，还不能耽误了白天干活。你现在让我骑着灯车骑，我骑不了了。现在有车拉着骑，到那你得休息休息。那他总是一天老了。你尝试吧，尝来尝去，年轻还那老了，那上台都上不去了。有一天我们力气用尽了，过去那个叫。
小牧师。小牧师那时候他是两会的会长，他不愿，他想他辞职，我不敢会长。我们在农村的，我还回乡哥。哎，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们也叫来，因为几个人开会把我们叫来。那时候不明白，现在明白了，现在但是上头他是表示重视，那时候不懂事儿。哎，那我们农村那么原来了几个人开会，那个小牧师辞职，啊，守着官员什么？他我是想人辞职，想政府辞职，想两会啊，不想人辞职。我辞职会长，我不辞牧师，会长不做了，副使神我永远做。我今年八九十了，弟兄姊妹来了，我是个牧师，我要给他讲神的话。我能上讲台，我上讲台；我能讲一个小时，我还是讲一个小时；讲不了个一个小时，我讲四十分钟；讲不了四十分钟，我讲半个小时。上不了讲台了，我坐了连椅上和弟兄姊妹谈，我就把神的话来告诉你。我今天。我说话不行的，我可以擦擦涟漪，擦不了一条，擦半条。我只要活了一口气，我还要服侍主，我要历尽方休啊！辉阳哥也流泪了，我也流泪了。那说明都不说，和小牧师不说。哎呀，这个老牧师，我听了到现在，我记住他说的话。我每一个真正服侍属神的，直到历尽方休。年轻可以多做一点，有的他做不动了，有一天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有一天主人接你，天使把你接走了，就像这个灯芯接留着了，要把它剪下来。剪下来，那么普通这个灯剪下来就扔掉了，就忘了。但是在神的教会当中，用金剪子剪下来，放到帐幕里做永远的，用金盘子。这就说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，有一天走完人生路程，你所做的一切，付出的一切，神一点都不会忘记，而是在神的会幕当中做永永远远的神看宝贵。永远的经，这是保罗说的。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对我说：“所以我亲爱弟兄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，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